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本节目由靠谱的杜小满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权威进阶高能翻倍石头720自清洁扫拖机器人赞助播出。到沈阳，我们的行程比较轻松啊。哦，到家一样哎。贵啊 ，Family。哎呦，这个好滑哎。风速，不要推哪儿了呀？抬起来，朋友们。这把水桶干我脸上了。你刮什么刮？刮什么？你还刮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是武汉三季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顿。兄弟们，你们明天接着整，我就留在沈阳了。去鞍山。新客年化利率4.9%起，更有免费视频会员，五哈精彩不错过！哈哈哈！第三季3月3日起，每周晚8点，会员抢先看48小时；3月4日起，每周6晚8点，会员专享五哈和他们的朋友，精彩定期放送。上微博搜索“哈哈哈”，参与互动，赢惊喜福利。U 盘播放，起来呀、啊！哦，锻炼身体，晨练。啊，走了，起来一走，走了走。穿衣服，赶紧出来。速度啊！好，好，赶紧穿啊！行。懒床，快穿，快穿。我说你找俺老公，找我妈好了。就这样吧。你下一个想叫谁？我叫鹿晗，走，走。哎呦，你看，他还挺警觉。喊你晨练，我的衣服就给你喊起来，你不应不起来啊。走。那块这就不着，起来起来，姐起来，走，下一个喊谁啊？带咱去，六一，走，赶紧后头走，第二个，你以为说你转一圈过来了？赶紧好嘛，转一圈。哎呦，肠子爆炸，他的脾气爆炸。快起来，锻炼身体去，晨练去。赶紧的，醒醒。哎呀，你这勤快人，看咱和家也运动。你们不懒，这俩人睡的。走，让跟咱走
啊。不是，等会我这个脸上有点干，我稍微得一分钟。行。哎呀，这么美一个擦，不用擦。不是，主要是干。干呢？干呢？咱这北方，嗯，咱这边是干。但我享受这种干，我特爱快快乐。太干了，走。哎，这是有干，太近了。没有喝酒是正面。作孽呀、啊，朋友们。那我昨天要知道的话，其实咱昨天晚上该想到。这为什么？这咱们这个节目组啊。你好丑。可能不丑呢、我们这个节目组，他们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对，就是他们编辑这些编剧这些人。日子过得一定不好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是把这种奇怪的、就诡异的方式啊，我心在很痛。没有想过咱们住这么近，你知道吗？一城。骗我了吗？骗你什么？骗啥的？我这么早起来骗你，我变态吗？起来！谢谢，太震撼了！谢谢。不，你以为是一个秀吗？你以为结束了吗？你表演吗？谢谢，我马上起来，我没穿裤子。没有马上，就是提前的起来。我起来。大点吧，大点。我马上靠起来，看着我是没法穿。没有，咱先出去吧。啊，看着。超哥穿裤子。啊，穿呀。我的天哪！还拍。各位大哥大姐，怎么会有如此的这种是每一天都这么坚持的吗？每一天我们啊，太猛烈了。大哥大姐，每一年都是这样，一年每天都这样，都运动，每天都叫人请啊，不是运动。走，你们在前头。叫谁呀、啊？老舅。接着让我在里面用一个绝招把船上跟我发言。我看一眼。哎让我穿一下。他是来的呢。行，咱搁楼下等你们了啊，20分钟啊。走了。你很幸运了，确实太幸运了，小心咬牙啊。给的啊。最后一个。哟，哎呀，咱好像不得跟着大家一起走啊。进步健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，前拍前腰。但咱是不是穿太多了？运动，咱再脱呗，咱还没热身呢，人家已经热身了。大姐，来，排队。叫大姐。哇，老年轻了。穿那么薄，冷不冷？还行。
我妈也跳。对，老天必须得这么运动。其实就是要动。对，必须。不动啊，身体就越来越，就不动了。生锈。对，生锈了。对。Come on, keep going, keep going, boys, going. 齐了，齐了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去哪儿？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跳太好了！对，交流一下。对。大哥，几岁了？六十二。六十二了。哎呀，六十二了，这身板。哎，哥，这个咱安全太猛了，这个。按部就班。到了，到了，公园到了。进公园了。哦。有点嚣张。胳膊打碗不？胳膊打碗，打到头顶。结束啊，好了呗。这第五套广告几套？沿着看路走。我都没见过这套操，配没有，有年头了，这第五套，做的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做的啊，谢谢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空腹有氧吗？对，其实早就不吃了，对不对？瘦了。慢点啊！你看看，有一点，嗯。咱们今天结束了，做得非常好啊。欢迎大家来加入到鞍山人民早锻炼的队伍啊。超哥你过来有没有看到打乒乓的？我一路看见了，打乒乓的，踢毽子的，玩单杠的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我可以参与单杠吗？好，走走。涛哥，啊，篮球里面有一个玩法叫做 house， 你知道吗 ？house， 把人 house。house 啥意思呢？就是你做完一个动作，别人必须做跟你一样的动作，谁做不上来，谁就算输啊。我们刚才呢，临时在公园里找了六个在玩单杠的大爷大妈，有强有弱啊，你们自己挑。每个人如果没有复制成功他的动作，就请大家吃早饭。我想问一下。里面确实有实力弱的是吧？有指挥挂着的，来。
谁厉害？哎，就这排头。我先选，我选了，来。我先选，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我得让我来，我这样，我选阿姨，你选阿姨，我选阿姨。这帅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我就选你了。我觉得这个大哥虚张声势，我选您了，大哥。他就有可能摆出来那种感觉，好像很厉害的，不一般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这个最厉害。大哥，您专业吗？你不喜欢，我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哎，还行吧。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咱说实话，厉不厉害？我姓厉，叫厉子涵。没有劲儿了。你真的啊？我相信大哥的。我已经站好了，站好了是吧？我已经站好了。要了，谁先开始啊？女士优先呗。我跟你说，那阿姨你真小心，阿姨没准是大 boss。姐，你真的不会太强吧？如果我都学不到你这个，真的今天有点，你这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。好，来，姐走，单杠去那边吧。哎，不是打篮球吗？不是，是单杠。单杠体操。单杠，我又听错了，刚不是说篮球吗？一个动作学。篮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house， 但是呢，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同样的方式呢，用单杠来进行一个对比。完了，单杠。来吧，一组一组比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太了！鼓掌，鼓掌！真厉害，真厉害，真的好厉害！好了好了，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，真棒！可以可以，我不可以。来吧，哥，我有点拉肚子，有点想拉肚子。你拉肚子，拉出来呗。来吧，哥，自己挑的对手。哦，啊啊！是要伸直的是吧？对，伸腿挺直。加油！这不可能啊，这上不去啊，这个这哪缺哪块肉啊？没有。要捂没劲就不好使。我有腹肌，你摸我，但我用不上呢。谁要摸你腹肌？带上力气。哦，那小时候就这么玩的，只能送一个这个给大家了。这招叫猴子捞月，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小洛，轮到你了。这么快？好了好了，大哥可以了，大哥可以了，大哥，大哥点到为止了，大哥，大哥太厉害了，点到为止了，大哥，你来吧，我太猛了，来吧，拉上去。这个我行，这你行。哦哦，哦哦，哇哇，看不出来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轮到我们了。简单，哎呀，叔，哇哇
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，哦，哇，太厉害，被打动。这还好啊，这没有什么上身和拐弯。上身打对拐弯，这还好啊，这个还好。范大哥，就靠你了。范大哥，因为是这样的，范大哥，我们也不是职业运动员，我的，我们做不了也就做不了了。您要做不了，我要做不了，真对了我。范将军，加油！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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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范大哥，可以，可以，哎呦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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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可以，还可以，底子在呢，弄不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哎呦呦，有道具。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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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招，上大招了，大的。行行行。哇哇！哇哇！这哪有不厉害的？这没有一个不厉害的，这众神归位吗？这不是？哇！提出建议。给我飞起来了！你看我这个。哎呦！这叫人体第九大奇迹，太厉害了！那个平均水平是吧？太狠了！来吧，就我来，啊、这我大哥，你把我吊上去了。我先跟大哥说，大哥，我肯定是认输啊，我肯定是认输。你这还不行，你不说你是最弱的吗？最弱。我那个我就简单比划一下，我是吧？我试试能不能游一游，这动作太高。我就吓唬你，我开玩笑开玩笑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？哎，两个呢，贺哥还有那个敏哥。来，大哥，哎呦，你怎么和刚才不是一个样了？哈哈哈哈！你这刚看上去不是这样的啊？是不是做那个浮游环？那有没有动作叫活着那种？您最拿手的，他都能做。他在我们当中是运动能力最强的。是哦。对，大哥来吧，来吧。大哥你尽兴，你尽兴就行啊。哎，我尽兴啊。对，你来来吧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哎呀，人是肌肉，你看肌肉，哇哇哇，真标准，哇，都是体操队的吧？这都是原来体操队的吧？快点，高空啊，高空来呀，走起！哇哟哇，转起身，哇哇哟。三圈，快点！好了，好，快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好！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快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我是在做梦吧？是不是没醒呢？现在，我就佩服了，已经是佩服，但是其他不说，不得不说我这挑人的眼光还可以吧？对吧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陈赫！哎呀，保护我，范大哥！哎呀，不得用起来啊，你就叫。嗨呀！
好漂亮。我感觉我已经拉伤了，我的手臂啊拉伤了。哇！但确实啊，陈赫是作用，因为昨天在澡堂的时候，我跟他一块洗澡，他现在已经有肉裙子了。给大家看我这裙子，好看吗？但是真的太厉害了。你大哥，你来之前，我先给你展示一下，我吓你一下啊。哎呦！哎呦，帅！你看看，来吧。哎呦，你还给大哥上一课。哇哇！哦，哎呦，哦，哇哟！空中舞蹈，单杠空中抛挺。太空步，哎呦，哇，哇，我天哪！哎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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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这何止抛屏啊，这是一个电风啊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！行、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敏哥，毛敏，记得大哥那个精髓啊，最后那抛屏那个频率啊，那个频率走出来。这一趴，你代表全村人的希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代表了五趴、啊。可以可以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哇哇哇，啊哇哇哇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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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行了吧，我就这个可以，啊，你刚才那几下挺唬人的，真行啊，真挺厉害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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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。呜呜呜呜呜！哈哈！呜哈哈！呜哈哈！呜！呀呀呀呀！哈！呀！哈！呀！啊，好，早了，早了，好！真厉害，真厉害！甘拜下风，服透了已经。说您多大？今年？今年55岁，现在。55。练这个呢？练这个现在叠16年了。哦，16年，16年了。为什么练这个哈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完国家提倡全民健身。对，所以说我家在公园附近，完我就哎这玩意儿玩挺好，挺好。完一玩就玩上瘾。哦，自己对自己有一种成就感。有成就感，对，而且每去都是高跨越每个高峰。转起来，好，好。这是怎么一个组合啊？是包子和包子、鸡蛋、豆浆呗？那就是一个那个加一袋包子，就是一个人。对，好吧，好，谢谢。早餐来了，来啊，大家分一下，一会儿分一下。来，早餐，来来来，祝你们快乐每天。你们也是啊，身体健康呗，身体健康，拜拜，保重啊，保重保重。有了吗？好嘞，到了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嘞，晚上顺利啊！好，好嘞，晚上再见，再见。快点儿，跑步，买单啊！我快一点，墨迹，以为你让人打折，打啥人一份份做出来的呀？这帮说风凉话不付钱，先吃先走的。好，大家这个对这个鞍山的早锻炼服不服啊？服，服透了。再也不会来了，服了。但其实鞍山最热门的群众运动其实乒乓球，对吧？对，乒乓球，这个鞍山叫乒乓球之都嘛，对吧？就知道我们来，尤其是知道超哥要来，他提前泄露了情报。因为我前两天电影来这路演嘛，
所以呢，鞍山这边有群众团体要跟你们挑战。哦，嗯，那好，那好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好，大哥好，大哥，战书啊，挑战书。我们呢是公园乒乓球的主要代表啊，那么在这里向你们发出挑战，我们不应战，我们不接受。八点钟，我们不值得你们挑战。可以的，为你们准备的。好，向你们发出挑战。哎呦，这个还毛笔这么好啊！五哈旅行团全体成员啊，旅行团，对呀、啊，没感受到吗？咱们开路这么久，没有感觉咱们的旅行吗？欢迎你们来到鞍山，鞍山是一座乒乓球之城，男女老少，全民皆乒，因此不打一场乒乓球是比较可惜的。现在我们在鞍山各大公园的大爷们在此向你们宣战。大爷们啊，绝对高手。明天上午八点，鞍钢体育馆，不见不散。我们在那里等你们。好，宣战，宣战，大爷，大爷，宣战，大爷。不见不散，谢谢，很高兴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这个我想问一下，在场的各位乒乓球水平怎么样？完全不会，就会追球。他肯定是现在最好了嘛，对吧？我这种还可以，是电影级别的，还可以，靠剪辑。考虑到你们的水平啊，所以呢，特意叫来了超哥的亲密战友。哦哦，弄好弄好。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马文革老师。丁松老师，21-7，丁松获得胜利。这简直太棒了！蔡一达、许魏洲，哎呀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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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，你行啊，这身体啊，我也没见你，是吧？好，是要这样的啊。我们下午主要是要刺探军情，刺探一下啊，一路去那个烈士山公园，一组留在这里跟孟泰的人试试到底水平怎么样。好，你在这儿对吧？我们走，然后马老师、马指导，然后老舅，咱们三个留下。OK， 因为说那边场子大。另外要说一下的是，这次我们明天的比赛会有奖金，这个奖金呢就是给这边的这个乒乓球加围栏的，因为他们一直没加。啊，好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这。赞助的是我们靠谱的杜小满，有杜小满跟我们一起，那肯定一定靠谱，一定能赢，是不是？有杜小满嘛？对啊，试探完了之后，大家集齐到钢都小学集中训练，走吧。好，你们快去试探吧。行，好，我们也试探。好的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走吧。冰儿，昨天到的。昨天晚上，我比马哥好像早到一个小时。哦。这个地方我30年没来了，18、19岁的辰光到这里打过一趟全国乒乓球锦标赛。哦，全国乒乓球锦标赛。我打完这个全国比赛，后来我就进国家队了。哦，你还是在国家队之前？之前我在上海队的时候。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对我来说还是福地的，蛮好的。意义很重大，人家乒乓之都嘛，对，对吧？马龙嘛，还有那个李晓霞，那李晓霞，大满贯。刘浩宁这个地方，他就是出体育人才的，对，对吧？鞍山的那个乒乓球群众基础特别大，但确实民间是藏龙卧虎。哟，到了到了。
走，搞起来吧，兄弟们。哎，是不是你们牌子也得带上？带了吧。你们最好先放起来，你们这有点砸场子的感觉。怕什么？我去了，我就先把气势先提起来。哇！哇哇！哇，这么多，这比刚才那个球桌多多了。这真是啊，大家试试全民运动。哇，这怎么打得过呢？这打不过呀。我不，你会吗？我都没打过。我小时候打过，但是这我肯定接不住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打我身上了。你觉得放眼看见哪个比较好？哎，这就挺好的。我看那两个，我看那两个三号台。哦，这也可以，这个。所以我就说这张台子还可以的。这发球就不错。哎呦，可以可以，这戴帽子的可以，直接就杀了。还很凶。对，咱们是来刺探的哈，有必要出手吗？我们先派一个确实最弱的，我先来吧。我们能不能参与一下？可以。表弟先上。我啊啊，二打二啊！我咱俩吧，咱俩跟他俩打来。干啥还加拽呢？必须的，我以前玩过这个。糟了，咱俩打打玩吧。范老师是可以的，可以。可以，哎呀，好好发一个！哎呦我的，哎呦！我已经好久没打乒乓球了。走，你去那边转。我们俩跟你们俩打怎么样？这么大的人竟然有一个小孩好意思好吗？咋不好意思？你这啥呀？哎，完了呀，咱俩。哎呦，厉害呀！哎，啥呀？咱温柔一点啊！真快！小孩子都打不过呀！打不过，打不过吧？你试试呗！我试试。哎呦！漂亮，上劲儿了，上强度了。哎呦！哎呦，转的！哎呀妈呀！哎呦，走！哎呦，今天没赢过呀！今天出来打就没有赢过，我感觉明天有危险，有点抢手，我不行。哎呀！
哎呦我的，这水平高、啊。他们还可以，真的有手上有点东西。有东西。啊，走了，丁大哥。啊，这说实话打不过。但是你们明天的对手不是这些人啊？哦，不是。姐，所以你们不要太慌哦。我昨天也在想，如果你们去跟他们打，怎么打？对，技术上现在业余球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什么？你自己看你忙活半天吧，最后结果你是输的，哦，对吧？其实说因为你们正手的或者反手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功力不到，哦，对吧？这个球该打吧，是该打，对。但是你们技术不错，打不上。对的，技术不错，对吧？打不上没办法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让人家打，你不要去打。你没有特别有把握，你不要，你们不要去乱失误，不能让人家打的，他们也打不到的呀。对，对吧？你很急躁吗？稍微相持一下，一下心态稍微是吧？哎，这边体育馆在那儿。转起来，对，转一下，王老板，你转一下。你倒是转起来，我转不动啊。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好用吗？好用，转得快就能得分。哎，你怎么不转了？你得转起来。我转不动。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好用吗？啊，好用好用。转一下，要不你转一下。我转不动了。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好用吗？哎呀，好用。本节目由权威进阶高能翻倍石头720自清洁扫拖机器人赞助播出。哇塞，乒乓世界欢迎你，看见没？咱们先进去吧。呼呼，哎呀，来，来吧，来吧。哦，哎，哎呀，来对局了，这啥情况啊？哇，孩子们穿队服掉队了。你看这衣服脱了，拆呢。小朋友们好，来来到这儿跟这些叔叔面前来。小妹妹你还没有案子高呢。Hello， 击个掌击个掌。来我们击个掌。击掌。你好。好了好了，快快跑。好，你们自便随便。不是这个场，这是等一下，这是什么环节？不是，他们来是干什么来了？跟你们打球。跟我们打？对。去陪咱测试一下啊，个人的水平。好。完了以后呢，选出来一二三四五，因为明天呢，是只选五个。那三个当中一点机会都不给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先挑他。我不挑的。他还害怕你。这样你们先步入赛场。好，今天对我们这些对手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手下留情。哦、哎、我会的我会的。爸不要你，爸不要你。啊不要。这样你们先派出一个。叫什么？赵正义。正义练了乒乓球几年了？四年。四年。四年。挑一位对手。他吧，你蹲着呢吧。我就等着跟你打呢，你别。孩子说跟谁打就跟谁打。上吧上吧，你没机会了。你惹错人了，妹妹。哼。妹妹给他来几个凶猛的。炸！哎呀，哎。漂亮。呜。你告我不利、啊、让我也让我让我
可以了。他的表情，等会儿他的表情有点伤害到我了。给你机会，你录用啊。哎，好，第二个出场的是谁？你挑一个对手。郑超。啊？郑超，应战吧。弟弟打了几年了？四年。四年，可以。开始吗？开始了。小兄弟，别让着他。好。正手。还是推挡还是挺标准的。哎呦，好球啊，小伙子！慌成这个样子，还太慌了，涛哥，别紧张。哎，弟弟，看过我们的电影吗？看过。爱你哦。给你整害羞了，你把人说紧张了，一会儿你他紧张了。嗯，太有机会了。哎，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？除了乒乓之外，篮球和游泳。篮球，我也爱打篮球。咱们一会儿打会篮球去。行。行吗？行。走吧。打什么？哎，哎，加油，小兄弟。怎么称呼？我知道了。你赶紧打，那么要是想削我啊。好呀，出来算回去。哎，可以，来，快上上，来上，快，哎，放松，哥那么累吗？哥，我手里打啊，啊，不要紧张啊，放松啊，放松，没问题的啊，放松啊，好吧，放松啊，啊，没问题啊，放松啊，出来散步，水来了，嘿，快，好搞笑啊！神经病！哎，你就光听他的笑话，不能打安全球啊！是。哦！哎呀呀，加油加油！出来！出哪儿去？你不能发这球，你一发这球过来快，是吧？哎，还得这个、平的就行，正常。会打长焦，好呀！这个对这个理解能力还是有的，嗯、可以。然后现在让邓超哥哥带你去打篮球，然后再游泳。撒，喜欢你，向你学到很多。出来，好了啊，听叔叔的安排，下一位申请出战的。妹妹，你打了几年了？我打了八年了。打了八年了，可以，周周上。周周，妹妹，你是不是里面最强的一个？不算。那谁最强？嗯。慌了！你看看什么叫慌了！哦，注意素质啊，心理素质。我回来，正手。哎，好，红杠。他打的怎么样？不错。没有手了，我没有手。我用心打球。
看也行啊，明天比赛有机会啊。哦，可以，挺精彩，挺精彩，挺精彩，可以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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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哇，恭喜，还挺厉害的。下一位出战的是哪一位？这位帅哥，挑一名对手。鹿晗。啊？大声说出你的对手是谁。鹿晗。好。你挑他，你会让着他吗？不会吧？先练一练，先练一练啊，先练一练。打起来你看看。哎，那个姿势有点像我打球的姿势。哎。哎。哦。还行啊，我这个他好像应该没有练多久，我感觉。正式开始吧。完了，不一样了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这么打的，你看。啊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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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哎呀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可以了，好，双方握手，非常棒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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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下一位出战的是，你练乒乓球几年了？二年。二年是吧？哎，你想选哪个叔叔？陈赫。陈赫叔叔，哎呀，点名了，哎呀，你好。加油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啊？他懵了。来吧。哇！哇！撒！撒！等一下。撒！嘿，嘿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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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漂亮，咱俩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刚刚听人家打两年特高兴，是我万万没有想到。哎呦，又专业了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就放松一点，放松。你这什么叫你管人家呢？不是，他是的。你得举手。哇！就是我们放休息一下，就是你现在有点这个。激动，就是我们把。我不激动，快来吧。漂亮，你这来了吗？好球！别急，别稳住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稳住啊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加油！哎呦！啊，不是，我不是在这个激怒你啊，我就是，你就是在激怒人家。我不是，我刚才是因为这个地方很比较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好。认真了啊。哎呦，还带转，还带转呗。这发球可以。哎呦哎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还凑合。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厉害厉害。哎呦哎呦，我们他绝对能成大事儿，真的。哎，慢点。给我打的脑袋，打脑袋嗡嗡的，是不是？好的，下一位出战的是小妹妹，你是一年级是吧？你看这么多人，刚才没打过的，你选一个。还是你？我用手我都能击败你，信吗？我不信。
你确定要跟我挑战吗？我是这个球馆的主人。啊？省队来的教练，你能打赢他，你以后肯定能出事儿。你是哪个技术流的？你擅长什么？乒乓球。不是乒乓球的哪种技法？随便。随便。就是拉球不行。就拉球不行，那我就专跟你拉球。怎样？你知道啥叫拉球吗？啥叫拉球？不是这样拉球吗？快点的，看见没？哎，我姐说了，看见没？来哦，嗨，哎，怕不怕？哎，哎，教练就是说懒得捡球了，给他打回筐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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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会打。我觉得这孩子老猛了，他是的。来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哎，哇，找错人了吧？没找错啊，越厉害越好。哎呦哎呦，可以可以了，你这答的还行，明天比赛有机会啊。行，可以。哎，我们还一位没出战的，来来来，这总教练范大将军，这个可厉害啊。你去，有点怕了。加油！开始了。啊，他气势什么呀？咋有了？就你知道，已经知道结果了，但是得抡两板。你都赢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别说，他还有落点。哦，哎呦，血腥。可以的，可以可以，撒。啊，轻重都有。挺会的。哎，好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呀？很偶然的嘛，我赢一个球很偶然的，怕啥呀？谢谢，感谢你们，好好练球，好好学习啊。好。拜拜。评一下。还用评吗？不用评了吧。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我跟老舅先给您道个歉。哎，范老师第一个。高手真的第一。公认的，哎。邓老师第二。第二。你第三。对，我是小陈。小陈第三。哦。小陈第三。然后呢，不用看我们，啥呀？我们看过。你们是气氛组，气氛组。好，并列，并列第六，并列第六。哎，行，谢谢。并列第六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六。现在三位有事吗？没事，拿点水来给我们喝。哎，速度快一点。比较练。哦，对，态度很不错。我来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大哥，哎，怎么这么冰啊？冰啊！比赛喝这么冰的水怎么打？暖吗？对，
你小子，我发现这方面有天赋啊，就是都跟智胜学的。好，那个你们三位要承担起后勤工作。好。第二，要负责明天的暖场和主持。行。要自己写主持稿和解说。你们分一下工啊。解说不会，解说真不太懂。解说有专业的书籍啊，供大家连夜补习啊。来，你把这个专业书籍给你们啊，好好解说明天啊。解说手把手教你打乒乓球，有点来不及了吧？你现在你把着我脚，我也学不会。你们谁有点基础知识？我没有、啊，一点基础知识我没有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只能说一个，他发了一个好球。如果这个你们替补嘛，对吧？嗯。万一有陈赫脚崴了之后，你还是能上场的啊。脚弄断吧。弄断。来啊，下面得练练那个球了，应该。哎，那个就得撤开了。好的。不是，你别那么大动作，给网歪掉。哦。不是，不要坐状，知道不要坐状，要用心，用心做，要用心的。你们三个就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你不要弄乱我们的气息。从后面走，从后面哪有从运动员主力队员面前那样走过去的。来吧，我们往下，王老师，先练。对。哎呦，轻一点，先轻一点，先上台，上台。其实这种情况，我们很轻松，难的是那边把我们那些球接回来。啊，他让我们都在特舒服的位置。啊，走，来吧，赢他，好的，好球，赢他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赢他，我，好的，好，还有没有？我，好的。赢了，哎，这个，远点，哎，可以，他预判能来，预判还挺强的啊，快，短，好，好的，加油，哎，人呢？咋了，大哥？捡球啊！好嘞。啥意思啊？有情绪不想捡是吧？哦，你看还是想抢上面五个位置，他是。这个一拖就起来了。是啊，贼好玩。你看，推这个比打球好玩多了。这个好玩，他们想玩都没有资格。没有，他完全不行。你看这样，送你。哎，可以啊，都弄完了。来，完了。总体来说，你们这个协调性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的。如果练练的话，比现在还要快。好，明白。肯定比现在还要快。那是不是教练？是不是有点饿了？这刚练一节就饿了。没有，我们是接着练，时刻准备。但是只要告诉他们去办。哦，好，吃啥？吃啥？各位爷吃什么？就是保持身材，但是又能够饱腹的。哥，我知道了，烤苞米。我苞米还得好吃，营养得跟上，营养跟上，口感得好，口感得好，有饱腹感，还不能太饱，太饱不好训练。我建议就是这一块蛋白质的话，还是以海鲜为主，比如说鳕鱼啊、虾呀、啊、鳗鱼啊。但是冰冻的不要啊，要新鲜的，冰冻的也不要。西北风最好。好，我们咱仨安排，听懂了，收到，老板们。点个饭不用三个人都去，我们仨得 AA。这事儿说的对呀。哎，我们五个主力队员加两个教练，一共七个人。七，范大哥七个人，我们仨就不吃了是吧？没把咱算人，我们没把我们当人是不是？不，你们这，我说那就不吃了。哎，我觉得后勤保障话有点多啊。对，就是。哎，怎么话还那么多？还你干不干了？干，马上。这怎么还有疑问呢？没有。这球不会打，东西还不会点。
太可恶了，太可恶了，就给他点炸鸡。大蹄子，嗯，来点腻的，对，腻的腻的。哎呦，可以，哎呦，哎可以可以，对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可以，发点力，快。哎，可以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可以，对，走，好耶，别停了啊，我们别停啊，谁停了开始罚了啊，有一种咱们被排挤了的感觉，那冷板凳队员不就是你看他那种渴望，哎，渴望，你就贼渴望的眼神，就是那种教练我想打球还挺有意思的感觉，帮我们捡球。帅，真帅，帅，真的帅，羡慕，羡慕，真的很帅啊，好帅啊，你们。哎哎，你说咱俩今天晚上要突击一下，能不能明天挤进那个队伍？要不然咱往前冲锋。好，我去排队，我去排队。哥，我是一个。教练，我真想好好学学您。打不好二十个俯卧撑吧，一块轮流的上六个球，谁打的最少二十个俯卧撑啊？这个接的好还有机会上场吗？有，可以吧？